做乜嘢啊？嗌乜嘢啊？有咩咁开心啊？啊？整完呢个电脑钢片琴之后，我谂到啲嘢啊！谂到啲嘢？谂到咩？我想试下用电脑控制其他乐器啊！咦？好 idea 喎！控制咩乐器啊？想试下控制竖琴咯。竖琴咁咪做咯。但系冇竖琴啊嘛。冇竖琴？你系咪讲紧呢个啊？有话咁解嘅？你唔好忘记，你嘅梦想即系我。我的梦想都想做一对电子控制的大模型，所以我一早就买定翻嚟俾你试噶啦。多谢晒郑 Sir。所以记住记住啊，敢追梦就系谈起离婚啊嘛。嗱，少峰啊，如果你要研究咧点样用电脑去操控到一个竖琴，你首先就要知道竖琴系用乜嘢嘅乐器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我知道啊，是一个弹拨乐器啊嘛。嗱，弹拨乐器系冇错，但系佢同吉他又有分别喎。你知唔知个分别喺边？用两只手。唔系呢个分别。咁系咩啊？嗱，因为吉他就冇咁多线，所以吉他咧就用按品啊，先至可以喺一条线上面弹出唔同音。而竖琴咧就系一个一弦一音嘅乐器。所以做竖琴仲简单过做吉他，你知唔知点解？因为咧佢系一弦一音啊嘛，所以我哋每一条弦揾一个机械部件控制佢咪得咯。即系同我哋个钢片琴一模一样。冇错啦，但你记唔记得当时咧，我哋控制钢片琴嗰阵时咧，我哋用咩机械部件去控制佢噶？我记得啊，电磁铁啊嘛。冇错啦，但系而家我哋做弹拨乐器，咁我哋可唔可以用电磁铁咧？你觉得？我谂应该就得啦。咁你谂唔谂到用乜嘢嘅机械部件咧？用 servo， servo 冇错啦。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哋平时用喺玩具上面呢种 servo 咧，又叫做伺服马达啦，又叫做陀机啊嘛。系啦，冇错，叫陀机，因为通常就放喺船度做摆陀嘅。你谂下，放喺船度就自然可以控制只船嘅方向啦。但如果放喺呢个竖琴度，系咪可以弹响佢呢？系、哦。所以而家我哋咧，首先要谂点样将呢个摆臂咧去改造佢。令到它可以彈得響啲弦先，然後仲要諗下點樣將一排嘅陀機安裝喺呢個樹琴上面。為咗咁咧，我哋司徒二人咧就先設計咗依三個部件啦。嗱，中間呢個部件咧就係我哋安裝陀機嘅。至於右手邊呢個部件咧，就用嚟將中間個部件鉗住，令到中間個部件可以旋轉。咁點解要咁做咧？一陣間我哋會解釋。而左手邊呢個部件咧，好明顯咧就用嚟模仿一塊吉他嘅撥子啊。我哋希望咧咁樣嘅設計咧。可以在弹竖琴的弦线的时候发出好的音色。至于打印了出来试验情况是怎样呢？大家一起看看。刚才我说过安装 servo 要分成两个部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条弦线原来不是平衡的。要让个 servo 可以有角度的摆动以配合弦线的角度的。你觉得什么问题？基本上呢个结果跟我们的想法很吻合的。只是呢弦线太密了，我们要将个支架瘦身一点。於是邵峰咧就翻翻去 on shape 度設計咗一個再窄身啲嘅 servo 支架啦。唔止咁噶，為咗讓我哋方便調校每一條弦嘅音量同埋音色，其他兩個部件都要改造噶。最明顯就係撥子嗰部分咧，我哋覺得唔可以用 3D 打印做出嚟嘅，因為咁樣彈出嚟嘅音色一定唔靚，應該整條坑夾一塊真嘅撥子落去就啱。不如我哋而家就开始设计同埋开工啦。好啊，但系我哋使唔使揾啲人帮手啊？梗系要啦，你一个人点做咁多条弦啊？最终咧，邵峰咧揾咗阿欣啦、阿希啦，同埋耀阳哥帮手，佢哋夹手夹脚咧就整咗一个红色嘅改良版出嚟啦。而第二个做出嚟嘅就系蓝色嘅。至于点解每一条弦要用唔同颜色去打印呢？其实就方便咧，我哋之后咧去除虫同埋维修嘅。嗱，我哋就跟翻哆来咪发嗦啦提哆七个音，用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颜色，为咗逐步进行解难实验咧。我哋先做咗蓝色、红色、黄色，即系 A、C、E 三个音，啱啱就组成咗一个 A minor 和弦。嗱，高佬耀扬咧，而家就帮我试验紧啦。哦，落啲胶落呢度，遮晒佢，咁佢唔会喐咯。即系觉得得就遮晒佢。如果竖琴咧就总共有19条弦，由中音 C 之下嘅 F 咧一直数到去上加二线嘅 C 音。
既然一个和弦已经弹得出来了，于是呢大家就开启这个生产小队模式，流水作业地打印、装配部件和安装上去竖琴。大家齐心合力用了两日时间，19条弦都完成了。而最后一步呢就是将所有的陀机驳线落去 Arduino 到了。而现在我们用的这块 Arduino 的扩展板呢就是专为 Mega560 而设的，只要供应电源给它，最多可以同时控制64个陀机。至于编程，有阿 Sir 在大厅又怎会有问题啊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接上电脑的 USB， 哇，即刻呢就会听到所有陀机一起重置的声音，几咁令人鼓舞啊！跟住我哋再试下弹下呢个音阶啦，又试下喺程序器上面写一啲简单嘅和弦爬音，似乎成个竖琴嘅设计都非常之好啊！喂！但是陀机好像那么迟钝，演奏慢歌就得啫，演奏快歌得不得？既然是这样，就等我立即 program 一首赛马，用到120个 BPM 来挑战下这个电脑控制竖琴的能力。On your mark, get set, go!看来大家的努力没白费到，这个大家合力设计和制作的电脑竖琴绝对没令到我们失望啊。得不得？得了，完咗啦，终于。喂，总设计师，今次是你的梦嚟噶，我哋一起为你完咗个梦啊，有咩感想啊？我首先梗系好鬼开心先啦，咁第二件事咧，我就系好多谢呢几位帮手啦，帮我手一齐圆我呢个梦。在一個這樣的集作裏面，其實大家都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令到它能夠可以出到聲，是吧？但過程裏面大家學到什麼東西？蕭峰，我呢就學到怎樣畫這個 servo 的帽，還有怎樣去裝這個 servo。 這樣喂，那阿希呢？其實我今次真的學到很開心的，阿井Sir教了我怎樣看譜，怎樣去裝 servo 那些 pad 落去那個帽裏面咯。哇！連睇譜你都學埋嚇，哇！即係有埋音樂添喎。喂，咁啊，你又學咗啲咩咧？今次又學到點樣磨坯同埋裝螺絲。O K。喂，咁啊，高佬啊，耀陽，咁你今次都好似付出咗好多，你學咗啲咩嘢又？咁首先
整咗呢個電子嘅竖琴，梗係好開心啦！而我喺呢一個電子竖琴入面學到嘅，唔單止係就咁普通裝入去，而且係黃少峰嘅寫圖嘅技術整得好好啦，令到我可以再喺入面更加深入去了解到點樣調更加多嘅音，點樣令到佢更加靚。喂，咁大家發完呢個夢之外，會唔會繼續發落去咧？啲夢，梗係會啦。OK， 咁追夢就係下幾禮拜啊嘛。喂，下一個夢會係邊個？高佬，梗係我啦。你想做乜嘢？吉他。好喎、啊，大家會唔會都幫手？梗係會啦。嗱，今日我哋分享咗啦，我係卡洛斯，佢係少峰，佢係耀陽，佢係阿希，佢係阿欣。喜歡我哋影片嘅，你哋關注、點讚同埋分享開去啦。拜拜。